多謝各位前輩，所有嘉賓朋友，多謝你哋。今次師傅嘅生日宴咧，係啊，頭先彪哥所講啦，真係好感謝大家咁俾面，有美國翻嚟嘅、香港、澳門嘅，嚟自我哋世界各地嘅朋友，好感謝大家嘅嚟臨，多謝你哋上面，大家飲多杯，飲得痛快，食得開心，祝願今晚嚟臨師傅生日晚宴現場嘅所有嘉賓朋友、長輩、老師。人人都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，飲杯！多謝曬。咁啊，阿彭哥師徒咧，除咗要同大家敬酒之外咧，仲有一首主題曲《彈飛萬里》，要送俾大家。係啊，送俾大家。誒，唔該曬，啊，彪哥。呢一首主題曲叫做。飞万里月运程是我师父2019年在香港举办个人专场的主题曲，咁啊围绕师父从艺咁多年，舞台上、生活上，对自己艺术、对自己嘅一啲前辈老师嘅一啲感言。为了师傅的名字去写的，去填词记调。